街道之后，奔跑的平行线中，从来没怎么想过竟然会交叠双手。哦，地下道的邂逅，一眼看穿的心动，你我之间的悸动不曾停止过转动。想着你就像美味的想念，一再的呼吸，慢慢的想你靠近，一口口吹着那份美国粉色的天空，一点点感动就能打破尴尬的沉默，一幕幕羞怯脸孔，我捧着你的脸说一句句的我爱你，打进你甜甜的笑容，一步步爬上那的天空，大声对你说等一下，娘娘，别擦，别擦。切辣椒要小心，如果真的沾到眼睛，是会很痛的。真的沾到眼睛，你就什么东西都不用切了。来，我帮你。好了。辣椒汁都渗到皮肤里，你有感觉吗？不能用水冲会更痛的。来，手给我。有没有好一点？差不多了。有件事我要告诉你。哦，我有事要告诉你。你这……你怎么也有？太阳伞给我的啊，他也考我里面有什么成分。他也是说他要考我里面的成分。奇怪了，他要我不要告诉你，他也叫我不要跟你讲。这根本就是挑拨离间。你不也是？可是问题是，他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哦对，你有没有想到他里面全部的成分啊？我大概都猜到了。你呢？以你的能力，你应该全部都猜到了吧？我是有猜到一些配方，还有调味料。可是它有调配的比例，比如说什么东西是新鲜的，什么东西是晒过的，我没有办法确定。那简单，多试几次不就知道了吗？我可以教你啊。你要教我？你不怕你的绝活被我学走？那你呢？你不怕把你的配方告诉我吗？不然这样，我把我配方告诉你，你教我怎么做。Thank you.
辣椒、大蒜、姜，也许要先晒过。除了这些，还有麻油、白糖、香粉。这是芦荟，拿去擦一擦就好了。 谢谢，哈卡桑。嗯，你为什么要将测试我们？哎呀，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所有的记忆都深藏在这一小瓶香料油里。嗯，孝廉三妹这道料理是三个厨师共同发明的，他们三个人就像这香料油里的三种香料。 大蒜上做的料理，色香味无人能挡，就好像诱惑佛陀的恶魔一样。至于姜上，他擅长调酱汁，他做的料理也很美味，特别讲究健康养生，恰如姜在古代的别名一样，还魂药。 辣椒上，辣起来让你够呛的。辣椒在香料里头，那可是会让你产生痛觉的那种，也会让你狠狠地记住。辣椒上生意头脑特好，为求胜利，他可以不择手段。这三个人对厨艺。 梦想，他们共同打造的全台湾最好的餐厅。那间餐厅就像这瓶香料油，让人念念不忘，一试就成主顾。可惜，终究没能通过最后的考验。就像香料浸渍油太久了，也会腐化掉的。然后呢？ 为什么会腐化？你说最后的考验是？这三个人都能独当一面，都想当最好的，于是他们开始互相猜忌，彼此的交情也破碎了，所有的梦想都幻灭了，只留下一辈子的遗憾。 表现倒挺好的，我在电视上都看到了。把这道料理交给你们，孝廉三妹就可以持续下去了。如果说厨师代表的是香料，香料油代表的是餐厅，那只有一种香料，你就太单调了吗？不过要成为香料。 真的很不容易，不同的香料要搭配在一起真的很难。就像几个优秀的厨师，他们要在一间餐厅共事，真的也很不容易。所以油很重要。油，香料萃取出的精华，也是靠油把它们融合在一块儿了。人与人之间的油。 信任，我很高兴你们通过了最后的考验。这样吧，明天你们就把香料油做给我，这香料油的精髓，你们以后随时会用得上。傅在宇。
明天我们一起调制香料油，我们彼此信任，一定能成功的。我本来就打算和你一起完成的。来，好好努力。学料理，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。你跟叔叔先睡，不用等我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只是想要问。你的手有没有好一点 ？OK 啊。哎，这芦荟睡前擦一擦，免手比较快哈。谢谢。对了，傅在宇，我一直想要问你，像你好胜心这么强，做什么事情应该都会成功，那为什么你要选择当厨师啊？从小我就很崇拜我爸，我希望能成为一个跟他一样厉害的厨师，但有一次我在厨房发生意外，我爸为了保护我弄伤了他的手，从此他的手就再也不能拿锅铲。你是因为你爸才当厨师的？我一直没有办法原谅自己，唯一能弥补的就是完成我爸的心愿，做他的接班人。那你压力一定很大哦。也习惯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你那么厉害，不会让你爸失望的。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？这是责任，没什么喜不喜欢。那你喜欢做菜吗？有一些应该是真心喜欢吧，像我啊，我就超喜欢做菜的。你看啊，我们弄几把，虽然都是很便宜的快炒，可是每次看到客人把我菜吃光光，我就觉得好开心哦。进了阿玛之后，每次我们在想要什么料理的时候，都会像寻宝一样。不过我真的不懂，那三个厨师为什么会决裂啊？一起共同努力创造，不是很棒吗？没办法啊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，很难信任彼此的。
为什么？你很善良，但也不要太天真。你怎么知道别的厨师是要来跟你合作，还是来偷你商业机密的？嗯，对，就像你之前啊，我不是请你教我做黄金炒饭吗？你都不会认为我是不是要窃取商业机密？我知道你不会啊。为什么你觉得我不会？因为你完全没有心机的。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脑？不是，夏欣哦，我可以无条件教你我会的一切，因为。因为我想要看到你很开心，因为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，你的温度。因为我喜欢。老先生，你已经喝两杯咖啡了，咖啡喝多了会腻，蛋卷是招待你的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还是待会我帮你冲一壶花茶解解腻。哎，可以啊。
我看你一直在看门口，你在等人啊？哎呀，这家店我以前常来，你们老板什么时候回来？哦，之前老板已经移民了，是我顶下这家店的。哎呀，我这酒不来，人事全非。挺好，美味还在。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牛奶糖蛋卷而来的，久了大家都变成老主顾、老朋友了。哎，老朋友，不知道我还有没有缘分碰上那些老朋友呢？阿姨，等我一下。阿姨，进来坐。爹好，我今天要两份蛋饺。两份？为什么？雨欣要来啊。好啊，你坐一下，马上先坐。麻烦你了。掉的东西，那不是我的。你要不要确定一下？人生有一些事是不能说忘就忘的。掉了，要找回来，而不是忘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手里抱的孩子，他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孩子的事留给你自己。阿姨，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路上塞车。啊，天浩，先帮玉馨弄杯咖啡好了。好啊，你们坐一下。你手上拿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就一张照片呢。哦，那我们等一下先去哪里逛？都可以啊。玉馨，谢谢你愿意陪我一起逛街。反正我也刚好不用值班，闲着也是闲着嘛。打我干嘛？我才要问你哎，你看我那么近干嘛？我，那是因为
昨天晚上你睡袋没有盖好，拉链也拉开了。我是好心靠过去帮你。是哦。当然。啊，现在几点了？你不是有代表？中午了。快快快！怎么还在睡？这么晚啊？先睡，先睡。睡这么久啊？我先。哎，等一下，夏兄，干嘛？他好像不在。那怎么办啊？是我们两个怎么练功啊？这样正好，不要浪费时间，趁他回来之前，我们来研究香料油。等他回来，我们给他一个大惊喜。好哎，让他看看我们互相信任的力量。啊，那厕所还是我先。跌倒之后，奔跑的平行线中，从来没这么想过，竟然会交叠双手。哦，地下道的邂逅，一眼看穿的心动，你我之间的悸动不曾停止过转动。想着你，就像美味的想念，一再的呼吸，慢慢的向你靠近。蒜姜，你都采回来了。到底是要用新鲜的，还是晒过的，还是用炒的？我们一个一个试，不就知道了？那就先试姜。好啊。怎么样？口感滑顺。这个是晒过的。没想到晒过的姜反而比较滑顺，比较像是 Taka 桑的香料油。另外两种姜吃起来感觉都比较辛辣。所以应该是晒过的没错。得分 ，yes。继续。桌上有晒过的姜，搭配着新鲜的炒过的、晒过的大蒜和辣椒，组合起来共九种，然后就要靠你灵敏的味觉了。这挺接近的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别喝水了，等我一下啊。喝这个吧，挤挤舌头上的辣。这什么？什么时候准备的？那香草茶，刚刚在园子里面看到就顺手摘的，还可以吧？真是辛苦你的味觉啦，接下来就交给我，你休息一下。
刚试出来那两种，一种是炒过的大蒜加炒过的辣椒，另外一种是新鲜的大蒜加炒过的辣椒。第一种味道顺口，但太温和。第二种没炒过的大蒜，反而带出一点刺激。所以最有可能的是，新鲜的大蒜加炒过的辣椒，还有晒过的姜。接下来就剩下比例的问题了。好，各种比例都调好了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对了，夏青瑶，你有没有想起来是什么时候吃过那道炸酱丝的？应该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吧，不然怎么可能有印象？我吃过东西也不会忘，难道我也是在小时候吃过那道菜？哎，傅在宇，搞不好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，而且还一起吃到那道菜。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你小时候的记忆搞不好你都忘记了。哇，小时候认识，然后现在长大又认识，你不觉得很酷吗？我要说小时候见过你，早就心脏病发了。说那什么话，我才会被你气到心脏病发。哎，不过我们现在认识也好啊，才不会天天吵架。好像现在认识也不错了。你都试完有答案了吗？那你呢？三二一。这就是正确答案。所以我们刚才的推论没有错，做出了香料油，那炸酱丝就搞定了。既然前菜没问题了，不如现在我们就来试试主菜吧。当然，不过泰卡桑他的园子里面少很多蔬果，我们去外面摘吧。好啊。非常的帅气，帅气。对啊，来吧，上车，我们走。OK， 好，好 ，Let's go， yeah， 哇，哇，起不动，我先下来，快，我推吧，我去，哎，推啊。你是推来啦？哎，小心呐！用牵的啦。啊，你不会抖了啦？人生有一些事是不能说忘就忘的。这小孩不是玉忠啊？是谁的孩子？那你自己想想。东西掉了，要找回来，而不是忘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贴到伤口。我刚刚
先压住伤口，手抬高，我去拿医药箱。等一下。哦。好了，这几天伤口先不要碰水，你也不要下厨了，知道吗？可是我料都备好了，肌肉已经好了。静止动我来做就好。但是你最近怎么回事啊？老是心不在焉的。血缘关系，你光看这个照片也未免想太多了吧？我只是对以往的过去很不安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爸爸说。我想知道我到底是谁，我想知道过去的我是什么样子。是谁？你就是张婉婉。过去这二十几年来，你就是你。不要想这么多了，这只是一张照片，没有证据可以代表他就是你的孩子。好了，我会试着找这照片的孩子是谁，你就先别担心了。那我先去做饭。什么事情？我到底该问谁？菜好新鲜哦！你干嘛？这菜不好，我另外再找。你不好。菜哪里不好？到底是菜不好，还是你胆小？夏秋，你不要闹呀！有什么好怕？菜新鲜才会有什么。不要过来！你看一下嘛，他又不会咬人。不要过来！你就看看。夏秋，夏秋，不要闹，拜托。有菜头表示新鲜，你看一下，它多可爱！好，不要再！我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它多可爱，你看一下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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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哇，好可爱哦！夏秋。不要再闹了！不要碰我！不要接近我！你再接近我，你不要接近我！还有另外一只哎，超可爱的，你看。夏秋，我帮你拿。夏秋，
怎么了？是不是在我身上？拿下来，快点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快快快快点，把它删掉！快，快点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啦。哎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谁知道你会那么胖？好了，你住手！好，对不起。这边也太陡了吧！夏清勇，你脚要出力啊，踩啊！有啦，这菜很重啊。哇！哇，风好凉哦。骑这小路好舒服哦。嗯。哇。早安，早。哦。没事吧？没关系啊，回去再吃就好了。夏晴哦，我很喜欢现在这个样子。如果时光能够停在现在，那就好了。停在这边不是动不了了吗？怎么回去啊？在这里看嘛。哎，不要跑！喂！哦，吓死我了你！哦，小心一点。早安。谢谢。谁关掉了爱情的开关？故事剩下一个人对白。这稀少了另一半，一半的爱还有什么好看？你带走了我的幸福感，笑容离我远远的试探，忍住眼泪却忍不住我疯狂的想念。孤单的人总是不怕一个人的孤单，却怕在人群中狂欢结束后的不安。是逃避，反而越是放不下这情感。你的习惯从今后让别的人去习惯，你的每个明天我想再也与我无关。不是我的我不怕转，不应该勇敢不顾身去爱，一切来太快，痛着醒过来，受伤才明白幸福一面就是随时要准备离开。不应该勇敢急着想逃开，身旁念着甩不开的悲哀。你不知道我还在等待。